各位老师，呃，各位同学，呃，大家下午好。嗯、呃 <coughs>，今天呢，呃，在这里非常高兴，呃，能够跟大家呢，呃，在一起呢，呃，共同学习，呃，向大家汇报自己最近这一段的呃修学体会，呃，希望能够供养大家，呃。 自己这三个月来呢，呃，跟着老和尚呢，呃，第二次讲的那个修华严奥智望尽还原观呢，嗯，自己有一些体会。呃，这篇文章呢，不是呃很好读懂，呃，我是硬着头皮看的，呃，原来也不是很明白。 老和尚讲第一遍的时候呢，那个盘我全看了，呃，好像是四十多集。第二遍齐清老和尚讲的时候是一百零八集，二百一十六个小时，是今年年初看的。看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这个呃好多意思啊，就是是我心中的意思，并不是老和尚的意思。 也不是贤守国师的意思，啊，是我自己心中的佛教的概念，拿出来来听老和尚讲经，啊，看贤守国师的这些文章。后来我觉得呢，特别风马牛不相及，呃，很多概念是模糊的，啊，是囫囵吞枣的，啊，是用我们自己意思来揣度，啊，一千四百年前的贤守国师。 来揣度，呃，净空老和尚他心目中的意思，这样呢，我觉得差别很大，呃，很模糊，呃，真是得不到呃法喜，啊，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你比如说吧，这个大智照真而不住生死，啊，大悲救物而不住涅槃，是吧？当时。 我无意之中呢，我就看了看“大悲救物而不住涅盘”。你看这里这一句话里头有多少个概念呢？第一是悲，而且是大悲；救物呢，这个物当什么讲？啊，而不住涅盘，这个住当什么讲？这个涅盘当什么讲？这几个意思当中，我没有一个意思是明白的。后来呢，这个手边呢正好有丁福保。 丁福保老先生这个，呃，这个老人家写编的这个呃佛学大辞典，我就翻开这个这个“碑这个字，我才突然发现，他们佛经跟祖师他们心中这个碑“碑跟胡浩林这个“碑就完全不是一回事甚至换句话说，我心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悲，我觉得悲可能就是难过，或者是。 可怜，啊，或者是不容易、啊，什么是悲呀？模模糊糊的，自己也不清楚。所以孟子有句话呀：“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啊，自己还稀里糊涂的，你怎么能够学懂别人清楚的东西？所以我通过这一个呢，呃，丁福宝先生关于悲的解释，他老人家是这么说的：“悲，悲者，侧创而救赎也。” 这个“侧创”这个我又是古字，我也不太清楚，就翻开了呃汉语大词典查“侧创”这两个字，查了“侧创”这两个字呢，呃，发现“侧创”是哀伤的意思，从感情上有哀伤的感受，而救赎呢，就是要救他，所以丁福宝先生说，“悲”这一个字实际上是包括两个概念，第一个从感情上你要感同身受。 第二一个力所能及的要救助他们，佛菩萨心中这个悲，跟经教当中这个悲，实际上是由这两部分组成的。哎呀，我就觉得特别惭愧，而且觉得也很欣慰啊！终于，呃，找到了一条道路。应该把这些基本概念全弄清楚之后，我们这是个第一步啊！你说我们连字的概念都不清楚，我们能够深解如来真实意？ 啊，我觉得这个没有第一步，绝对没有第二步。所以呢，我也很欣慰的，呃，就通过这一点呢，就看到了，啊，这个要把概念弄清楚。啊，老和尚跟我讲，这叫破字，啊，破就是了解，啊，掌握，啊，这个字的意思。他说，这个就像盖房子的砖头一样，你首先要把砖头弄清楚，你不能光在水泥墙外面看到这是一堵墙。 实际上，墙里边是由砖头、是由钢筋、是由水泥给砌成的。而我们现在读经，往往不得利益呢，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些东西太心浮气躁，坐不下来啊，不能够查这些工具书，啊，不能够把他们真实的意思自己掌握住。所以呢，每一次念经念的都很疲劳，不知道它里边的意趣是什么意思，啊，呃，自己呢是以稀里糊涂的一种状态来读人家清清楚楚的东西。 啊，这两个本来现在这个经教啊，呃，都是一千几百年前人写的，啊，所以他们当时的生活习惯啊，他们的这个用词就跟我们今天差得很多，所以我们必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我们必须把时针往倒往倒拨，我们必须回到一千四百年前以前，啊，我们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概念来看他们的文章。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明白他们真正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用清醒心来读他们的东西，我们就会有悟处。啊，所以，呃，我大概学了三个月的修华严二志棒女还严观。今天我把这本书带来了，我也给老和尚看了。大共大概这本书呢，一共是二十二页，啊，二十三页。呃，我查了一千多个概念，啊，这一千多个概念呢，呃。 这个都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啊，但是成天挂在嘴边上的，啊，这个所以呢，呃，觉得呃也很欣慰啊，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方法啊。那么在这个呃游历于经教的过程当中啊，在字典、词典和这个原文的过程当中呢，呃，自己觉得呃这个非常法喜充满，而且呢，越学习呃越查字典，越查词典。 啊，就越对佛菩萨呢那种恭敬心、那种谦卑心，啊，那种那种自愧不如，啊，就全都升起来了。要不然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啊，所以，呃，我今天来到这儿呢，呃，是想跟大家说呢，我们现在人呢，呃，就是我说主要是讲我，呃，这个想急功近利，啊，想很快的学成。 啊，想有所成绩，啊、呃，恨不得一天呢，呃，就是有很大的进步。实际上，呃，孔子老人家说的“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我们还是应该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啊，把我们这个，你比如说你读《无量寿经》，啊，你就把《无量寿经》所有的概念你给整清楚，啊，所有的这个呃呃不懂的词。 啊，全整全整明白，认认真真的啊，做上笔记啊，给它摘录下来啊。这个，而且呢，要把这个字典的这个呃页数的号码啊，也给它标上。下次你再查到这个，再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你再不明白，你就知道你是在哪本字典的多少页，你看到了这个问题啊。你可以迅速的翻到这儿。如果短一点的，就给它记下来；如果不短的。 你把页数要记住，这样的话呢，你凡是看到这个的时候，一旦忘了，你就翻开这一段看看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我我的自己的体会，大概总有一个五六次，啊，你对这个你对这个概念清楚了，啊，那你,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呃，这个，你看咱们修修华夏奥者望群还原观哈、啊，在第一篇讲这个。 自性清净圆明体的时候，他说：“一法之所印，言一法者，所谓一心也。啊，是心即设一切世间、出世间法。啊，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啊，一法一就是一个概念，法又是个概念，界又是个概念。这一法界这三个字。” 就是三个概念，大总项，总项又是一个概念，啊，法门又是一个概念，体又是一个概念，加起来这一句话实际上是十一个概念，十个概念。我们不把这些基本概念弄清楚，啊，我们想了解显守国师在这句话关于一心的描述，想捕捉到，呃，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你的想法，那是错误的想法，所以。 我们都经常挂在嘴边上，啊，进虚空变法界。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佛菩萨心目中的虚空吗？我们真的明白佛菩萨心目中的法界吗？未必。啊，你不明白，你用你不明白的这个心思和这个智慧，啊，来揣摩佛菩萨当中，呃，他们心目中的这些概念，那肯定不能切入。啊，所以。 呃，我呢，呃，这三个月呢，呃，每天基本上就看十几个小时啊，从早晨八点钟一直呢就看到晚上八点，有些时候看的时候呢，连吃饭啊,啊、上厕所都忘了，啊，非常喜悦，而且确确实实看完之后呢，啊，对佛菩萨呀、啊，啊，对古师大德、祖师大德呀、啊，啊，是特别由衷的敬佩，呃、啊，所以。 我今天把我读的这本书呢带来了，呃，做的笔记呢我也在这儿，呃，希望呢就是说，呃，跟大家交流，我们一定要沉静下来。这个今天呢，呃，来之前呢，呃，胡居士呢，呃，要我给大家，呃，能不能谈一谈，我、呃、一个一个分分标题叫做这个，呃。 我们为什么要发露忏悔？呃，老和尚说呢，我可以结合这个修华严奥旨呢，呃，慢慢的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么，所以可能讲的也比较乱哈，呃，这个首先呢，呃，我们讲，呃，为什么要发露忏悔？什么叫发露？啊？ 我们可以查词典，这两个字是一个词，“发露”的意思就是要揭露、显现；“忏悔”的意思呢，“忏呢”呢就是陈陈述出来，“悔呢”呢就是后不再造，啊，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我们如何发露忏悔？其实我的体会是说，我们。 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所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在发我们的路，都是在帮助我们发路。啊，我今天查那个丁福宝先生的《佛学大辞典》，他关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当中，啊，他他积极的说，是十大愿望，啊。呃，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其实他的负面呢，就说你。 你对如来，你对你对诸佛不恭敬，你并不称赞如来，你竟你并没有想着要广修供养，是吧？所以我们祖师大德是把这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分成五悔，五个忏悔。你比如说，随喜功德，悔的是什么？悔的是傲慢，悔的是嫉妒。所以我们在杯子盖的这面看，叫做随喜功德。 在杯子盖的另外一面一看，就是要杜绝你的嫉妒心。那佛菩萨他说的是积极的方面啊，说你要随喜功德。实际上他内涵的意思是什么？如来真实意识是什么？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容易有嫉妒心，啊，不容易随喜别人。所以佛经要反着读，啊，佛经要反着读。所以，呃，这个他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分成五悔，没有一条。 不是在让你忏悔，没有一条不是在提醒你要发怒。啊，这个呃呃，比如说这个我们讲的，他的普贤菩萨四大愿望当中，第四大愿望叫忏除业障，啊，这是你自己，这是狭义的，我自己要忏除业障。实际上他说的这个常随佛学，那他说的什么意思？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不愿意学习。 啊，对经教不对经教不亲和，放下放着放着圣贤人的教育，我们不学，所以他提醒我们要常随佛学。我们通过学习《华严经》啊，望进《华严观》，我们知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所有在佛法当中没有一法不是圆融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佛经当中的所有的教教训，实际上都是在发我们的路。 提醒我们，你有没有这个问题？你应该注意这个情情况，啊，然后通过这个情况反观照自己，我要修正过来，啊，我要我要改正过来。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有几个几个朋友举例子，啊，我说我父亲眼睛不好，啊，眼睛他的右眼一个指头都看这么近，给他大夫在他面前晃这个指头，他们都看不见。 啊，两个指头他也看不见，他的左眼呢，呃，好像是能看到一点点，一个、两个、三个，得这么近，啊，那个检查室里那个外边贴的那个意、e、字啊，就根本看不见。那么我在生活当中看见我爸爸眼睛不好这件事情，对我有发露作用吗？发露能揭露我什么东西呢？ 能把我身上什么问题显现出来呢？然后我才能忏悔啊！我不显现出来，我怎么能忏悔？我哪知道我做错什么了呢？所以《了凡四训》上说，是吧？福自己求。有福的儿子、爸爸眼睛能不好吗？说胡浩林，你真有福！你看你爸爸妈妈耳聪目明，这么大岁数了，啊，眼睛也不花，耳朵也不聋。我有福啊！ 那你胡浩林今天没福啊？你爸眼睛看不见呀？我平常怎么给自己解释呢？岁数大了呗，都这样。这个路没发出来，你没觉悟，你爸爸眼睛好不了，是吧？你爸爸，你你爸爸，按照华严经的境界，你阿赖耶识里有这个种子。 挑动你的自信，演出来你爸爸这一副眼睛不好的画面，干嘛的？没有一个真实你爸爸的存在，五蕴无主，曰既怕，官人既怕绝育之嘛。那是来度你的，那是来给你提醒的，那是来帮你发怒的，告诉你小子没福，啊，你作为他的儿子，你爸爸眼睛这么不好，你的福到哪儿去了？ 你还在干什么？你福不够啊！啊，你希望不希望你爸爸眼睛好？希望，那为什么不好呢？德未修而感未至也，《了凡四训》上说的。你德性没修到那份儿上，你的感化没到那份儿上，谁的问题啊？咱们的问题啊！所以，爸爸眼睛不好这件事情，对我们就是发落。 进攻老人家老说：“你会学吗？”菩萨学处，菩萨学处。哎，我们一般都是埋怨岁数大了啊，这个都这样老化了，是吧？所以呢，呃，可能文化大革命当中啊，造反派把他眼睛给打了啊，年轻时候受过伤啊，所以现在眼睛不好了，你完了啊！你你这路没发出来，是吧？你没有发出来这个路，你根本就谈不到忏悔，所以发路。 是因，忏悔是果，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碰到的人事物，把它变成发怒的机会，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哪些事情对我来讲是发怒？哪些事情它对我来讲不是发怒？对不起，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分钟不是在对你发怒。 啊！一心忏悔，昼夜不懈。了凡思训上说的，哪有那么多忏悔啊？啊，从从我早上一睁眼一直到晚上睡觉，都在帮助我发路吗？Yes，都在帮助你发路。啊，路上堵车，是吧？看见对面来的车被被被一辆车堵住了，嗯，车子坏了，那、啊、三条线变成两条线，你上班的路上看到了对面。 啊，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啊，就是前天的事情啊，我还挺庆幸，哎，我这条路没堵哎，嘿，那边真倒霉，哈，八点钟上班上不来班了吧？哎呀，我真有福，你看念佛真不错啊，你看这个学习有成就，你看我这条路就不堵，你看福人吉人自有天相，错了，你这个路没发出来，不仅没发出来，你还造恶，你还你还幸灾乐祸，啊，那么。 是应该，我们应该怎么看那个带？但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条这辆车子坏了，它障碍了别人，给别人制造了麻烦，啊，那么给别人制造麻烦，这个片子演在你眼前，揭示出来这么一件现象，给你演出来这么一段电视剧，你看了以后有觉悟吗？有觉悟你就应该想，哎呦。 我是不是在工作当中也给别人设置过障碍？啊，也也给别人添过麻烦，也把曾经三条道变成两条道。如果你做如是观，你觉悟了。啊，你这这个车子没白坏，那它就是佛菩萨示现，啊，他就是佛菩萨来到你的眼前，告诉你。 你小子心里有这个问题，你生活当中存在这个问题，要不然你看不见它。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件事情，我们觉悟了，我们看到了这件事情，我们改变了习气，我们把自己的这个错误，他教给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仔细的品味，把它找出来，并且在工作当中改变。下次您真的就看不见他们了，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啊，我们学学习完《华阳奥旨》，我们明白，我们眼前所现的境界，啊，都是我们的啊叫，业相，啊，业相、啊、就是动啊，这一动呢，就出现转向，就是想见想看，然后就出现境界相，你真都看到了。我们眼前的世界，这三系相是这么形成的，随之而来有六粗。 啊，最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世界。这个叶像这个动，我们叫种子，叶袭种子，它在动，它不动，你看不见堵车，你看不见你爸爸眼睛不好，你今天看见了，那就说明你有这个动，有这个动就是起现性。啊，它活着是种子，这是个什么种子？恶的种子，染的种子。 不净的种子，不善的种子，变现出现，在这种不善的境界，让你看到不顺心、不美好、不干净，这个能埋怨谁啊？那我不想看到这个，不想看到你得改样子，你得忏悔啊，你得认识到这个问题啊，你心到病就出了啊。所以，我们呃呃呃，香港很多朋友跟我说，他说。 为什么要忏悔？忏悔的功德在哪里？忏悔的功德就在于我们通过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从早到晚啊，我们意识到我们身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加以改正。换句话说，我们想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好菩萨，我们想接触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圣景啊，没有交通。 那也没有眼睛的坏，我为什么看不到？对不起，你那西方极乐世界那个药治不了你现在这个病，啊，你你你你你现在得的是感冒，啊，糖尿病那个药治不了你，还就得是这个事情，哎，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来到你眼前帮助你觉悟。你今天不觉悟，下次他还来。 你什么时候觉悟了，什么时候它就消失了，啊！所以，呃，我们呃修忏悔啊，修、呃、发路忏悔，并不是一种狭义的说，啊、呃，这个呃我们要说出来啊，不管分什么场合，我们都要讲出来，然后就能提高自己的修学境界。发路有能发和所发，谁在发路，谁在给谁发路，谁在接受这个发路。 是吧？我们说有声闻和缘觉，啊，声闻呢就听老和尚的声讲经啊，我们觉悟了声闻，啊，听通过学习，通过看书，啊，这个字呢就是呃语言的呃语言的真实记录，我们觉悟了，我们,我们叫声闻，缘觉呢就和我们坐车一样啊，呃看到堵车了，哎，通通过这个缘我们觉悟了，啊，通过爸爸眼睛不好我们觉悟了，也行，啊，没别的。 声闻也罢，缘觉也罢，都是你发露的方式。啊，你是怎么你是怎么发现自己的问题呢？你是听经教，那你叫声闻知识分子。你说我是我我我是通过我是通过爸爸眼睛不好我觉悟的，那你就是通过这个缘分啊，你觉悟了啊。所以，其实我们真正抱着一种呃呃正确的心态来讲，我们看经，实际上都是在帮助我们发露啊。 我们为什么要发露忏悔？啊，就是我们要发露忏悔，是接受这个发露，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把正把它改正过来，啊，把它改正过来以后，那不就叫修行吗？修行完了以后，你心越来越清净，境界境界越来越高，最后呢，慢慢慢慢的，哎，你就是切入佛菩萨的境界。所以，我们呃说，真的不是一个呃。 呃，不是一个什么忏悔法门啊，呃，这个而这个法门跟别的法门好像念佛法门，呃，是独立的啊，不是的。你比如说菩萨的六度，啊，第一讲布施，人家菩萨不愿让你不高兴啊，他说你应该布施，他是善相劝，啊，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我们这世界上的人兼贪，他不说你不应该兼贪啊，你应该把你的东西给别人，这样说你不就不高兴了吗？ 啊，他说你应该修布施啊！实际上，我们得看到这一条的时候，那就是在帮助我们发路，提醒我们，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谈，艰难我们是一个世界上的人，不愿意跟别人分享，不愿意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啊！所以，菩萨的六度没有一度不是在帮你发路，你说持戒是吧？我们不持戒，我们放逸。 是吧？你你你你看到持戒这一条，菩萨在持戒，啊，那你不持戒，那你不就是有问题吗？那么通过持戒这一条，你应该反观照自己啊。那我持戒了没有？我持戒了，那这个路没白发。我没我没持戒，那你这个路发到你眼前，你没接收，啊。所以呃，所以我们呃，在日常生活当中。 呃，经常会碰到呃一些不顺心的事儿、呃、的啊，不不愿见的人啊，我不不愿意、呃、感觉不愉快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呢，呃，都是在帮助我们发路，啊，都是在帮助我们发路，呃，我们不能够有一种认为好像在发路之外还有另外的什么事情，啊，呃，从早到晚都是在帮助我们发路，所以，呃，就是讲到我自己的体会呢。 就是，呃，确确实实，呃，这个在发露的过程当中呢，觉得自己呢，呃，有一种体会，就是说，每发露一次，啊，就是好像跟这个所发露的缺点，啊，所存在的问题，就越来越远，啊，越来越远，呃，你能说出来，啊。 你能够认识到他，啊，这个病就好一半啊，那么，呃，发怒忏悔说出来，教育别人，教育别人，让按老和尚说，实际上是，在教育自己，啊，你劝别人讲自己的过错的时候，实际上是一次一次在给别人提醒，啊，一次一次的在在告诫别告诫自己，我可不能再犯这个错误，啊，你比如说，嗯，我,我这个。 啊、呃，每天都跟员工说啊，这个呃，不能说瞎话啊，不能说瞎话。这个凡出言，信为先，是吧？但是呢，我我说我说员工的时候，呃，好像呃，义正言辞啊，端俨、呃、然以一个什么老师的身份啊，学习很有成就的身份啊，呃，以一个正面人物在出现。 完了事儿以后，你说你关了门你就拿起电话来，啊、呃，你就说瞎话，自己就觉得不好意思，啊，是真是这样，就觉得你你你你你说这个这这这个下级刚从你办公室离开了不到两分钟，啊，你拿起电话来就，呃，就跟人编瞎话，是吧？说说我这个呃。呃 这个这个这个呃，一二三四啊，就根本不存在的事情，你自己就不好意思，啊，这个你成天说，你看我们公司现在成立了爱心基金啊，就是我们老板拿出钱来啊，公司员工拿出钱来，大家放在一起，是吧？说成立爱心基金，那凡是我们国家呃这个保险啊所不能够 covered 啊不能覆盖的，我们全用爱心基金来，那么就一个。 就一个员工啊，是个班长啊，把他修炉子。那么他修炉子呢，他的他的那个底下的工作人员呢，哎，偷偷干私活啊，他们呃截留公司的成呃这个收入啊，自己把这个活干了，钱变成自放在自己腰包里边了，放到自己腰包了以后呢，这这个就报告上来了啊，这小伙子呢是个班长，工作了三四年了。 这个时候呢，这个员工呢就受了处分，受了处分呢，他这个呃截留公司这个收入呢，呃就就要没收，没收完了以后呢，这个我们就找这个班长谈，说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小伙子干这私活？他说我知道。他说那你知道的话，你为什么不阻止他呢？他说他已经干了，啊干了，我再阻止他、呃、已经白搭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向公司反映呢？他说我向公司反映呢，公司肯定就得处理他。啊，公司是严令，绝对不允许干私活的。那么，呃我现在又在冬季，啊，正在缺人的时候，如果公司真把他开除了，不用他了，那我不是就是缺少一个人手吗？是吧？那么后来呢？正在这个时候，呵呵他的妈妈病了。 啊，什么心脏病？他妈妈是农民，啊，没有医疗保险，啊，住在医院里头，呃、啊，这这个病还挺重，呃、啊，他肯定没钱呢，是吧？就就从医院出来了，啊，六十多岁了，那么出来以后呢，就说不治了。这个、时候呢，我说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你说这是不是发怒啊？这就是发怒。那为什么说是发怒呢？你说他刚犯了错误，是吧？ 哎，包庇员工啊，对不正之风不敢加以呃，站在公司的立场上啊，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呃，加以教育啊，失职，他的员工底下干私活偷公司钱，那这个时候我还应该不应该启动爱心基金，在帮助他妈妈啊？这就这就摆在我的面前了，是吧？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啊，我们应该怎么做？ 啊！我那人事部经理找我，他说：“那胡总，这个绝对不能再给钱了，是吧？那这、这、这、这个、这个、这个表现太差了啊，他不配接受咱们的爱心基金。”我说：“这个不配接受这爱心基金，这爱心基金可没有这一条，说他犯了错误，这爱心基金就不给了，有这么一说吗？”我说：“犯人还得给饭吃呢，是吧？咱们的员工妈妈病了，嗯、因为犯过错误。” 就就就爱心，就爱心变法界呀、啊，是吧？变一切处啊，是吧？而且这个时候正是显显出我们在面对救赎、救济大家困难啊，在给予爱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分别的啊。一码是归一码，工作当中啊，呃，有有问题啊，出现了麻烦，出现了毛病，那是我们批评教育的问题。 而生活当中有困难，我们要给予爱心，批评教育也罢，啊，他妈妈有病，我们给钱也罢，就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教育。啊，你光有批评教育，你而没有现在这机会来了，你不给他送爱心，人说你们这公司，是吧？啊，表现好的给钱，啊，有困难救济；表现不好的，呃，就不给钱，啊，有困难你们也不帮助，你们叫什么传统文化？ 那凡是人皆需爱，你们犯了错误就不爱啊，是吧？那么表现好的妈妈病了，你们就给钱；表现不好的妈妈病了，你们就不给钱。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问题。后来我说，这个钱一定要给，啊，而且要多给，要给到位，啊，不能因为他表现不好，啊，在这个问题上失职，他妈妈病是另外一回事儿。 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啊，将家人先问己，己不欲，己速欲，是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呃，这个把这个事情做好，啊，批评、教育和帮助是一体的，啊，什么怎么？他说我那经理说那怎么胡先生他就是一体的呢？我说都是贯穿一个爱呀、啊，是吧？我说这个《华严经》说了，是理由是先。 他说：“这什么意思？”我说：“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道理。”啊，是，那是肯定的。”我说：“而且每一个事情的背后只有一个道理。”他就不理解了。我说：“所以事情和事情是圆融的，因为它理是一个，就一个树根上长出两个叉子。你说两个叉子，它能不圆融吗？它肯定是圆融的。所以我们批评是一个树杈，我们给他妈妈钱是另外一个树杈，它都是一个理。” 这个理源自于自信，啊，就源自于称性的爱，所以它是不矛盾的。我们本着这个东西来教育员工，来教育我们自己，这就是发路。发什么路？把自信给你揭示出来，啊，把这种本质给你揭示出来，把称性的东西给你揭示出来，那不就是称赞如来吗？那不就是广修供养吗？ 啊，所以我们帮助这个姓连的这个班长，他的母亲这一件事情，你看吧，你往左边说，啊，他叫大悲救物；你往右边说，他叫大智照真。你那你你说你没有智慧，你就不给他钱了，啊，你没有悲心，你也不给他钱了，是吧？啊，大智大智照真，对吧？而不住生死，其实假的，什么意思？哪儿有什么他妈妈得心脏病啊？ 众生性本空寂，而实无众生可度者，没有。你看，这就智慧啊！啊，这是咱们理解学了华严，华严以后，咱们知道这境界。实际上，他妈妈病也罢，啊，中，这个我们这员工偷了公司的钱修炉子也罢，假的，千万别当真。你不存在五蕴皆空吗？是吧？那么大悲救物，那这这妨碍我们大悲救物吗？不妨碍。 啊，所以大智照真而不注生死，生死是假的，不存在的。那、啊、所以你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从理上，这叫什么？这叫理忏。那、啊、道理上我，我我我我悔，叫理悔理忏。哦，我这种念头是不对的，是不符合道理的，从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啊，是不存在这件事情的。我为这个事情我着相了，啊，我在这个事情上我，我我迷惑颠倒了。 这叫理忏。世上呢，大悲救物，而不住涅盘。涅盘什么意思？寂灭了。啊，涅盘就是寂灭，寂所有法全是空的，灭所有念头都不存在。大悲救助，大悲救物而不住涅盘。那么，悲智不二。啊，悲就是智，智就是悲，是一不是二。 啊，你有志，你说你不悲，那你那志不是真志；你说你你有悲，你不志，你那悲也不是真悲。啊，所以我们这件事情，通过这件事情，我把中层干部叫在一起，我们就讨论《华严经》。啊，我说我们这个小莲，他的母亲出现这个问题，我们用《华严》的精神来看，啊，《华严》的精神来看，应该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他说：“胡总，这东西太难了，这《华严》的精神。” 啊，这是您的，您在学习，您明白，啊，您知道我们，您让我们怎么干，我们怎么干。但是我说现在啊，我得慢慢跟你们好好的掰扯说这个事儿。我这个《华严经》啊，是太伟大了，啊，之所以我们今天呃没有这个缘分读好这部经，是因为我没有好的老师，啊，我们现在老和尚讲了两遍了，啊。 多难得呀！我说，你现在翻开《贤守国师》这本书，一千四百年前人写的，本来咱们就不没什么文化，又是古文，而且还是一千四百年前的东西，再加上他是佛菩萨写的，古师大祖师大德写的，你说这个东西，咱们读起来太难了。我跟大家说，我我这我我就是刚才说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这十一个概念，我整整查了一个礼拜，我才查清楚。 这个字典，是吧？你说我，我就为了读这一句啊。三藏法术释一如先生老和尚写的，啊，丁福宝先生，然后中国的汉语大词典，然后还有大字典，词跟字还还两两本两本工具书。看明白了，看明白以后无比喜悦，就这一句话就够了。啊，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 什么叫体呀、啊？在座诸位朋友，什么叫体？体不变，你、啊、看，它叫不变。它的意思是不变，谓之为体；性谓之为体；因谓之为体。你看，体就是三个意思：一不变；第二，所有万法产生的原因；第三，称之为性。性就是别人都依靠它。 而且体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呢？所有的相都依靠体，所有的分别都是因为这个体而产生的分别。啊，你说树是吧？树它有体吧？本质，那所有的树都是因为这个体而存在的。那树跟水的区别呢？依据什么有区别？水肯定不是树啊！水跟树的区别在哪里？就在于这个体不同，所以所现的相。 我们才称之为不同，啊，就是所有的像所跟别人有产生区别的依据，称之为体。各位朋友、同学，就这一个体，我查了整整一天，晕三倒四的。你想，显守国师，我查了查，这二十二本书、二十二篇书，光论述到体这一个字，四十四处之多。液体，啊，液。 液体，啊，体相，啊，自性清净原明体，啊，体本空寂。你看这这这全是这体，这一个字我们不查清楚，四十四处你不明白人家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学习真的不能不求甚解。我原来就吃这个亏啊，啊，是读了，啊，是是看了，啊，是背了，什么意思不明白。 一问三不知，经不起推敲，啊！所以通过我公司出现这个问题，这说实话也是我的员工对我的启发。他老说胡总，你老是什么业呀、啊、性啊、相啊、体呀、啊、法界呀、啊、什么真如啊？你到底给我们说说，这什么叫体啊？他一问就将了，军了，不明白啊？体还不明白吗？体，体不就是体吗？ 这这这什么叫体？不就是体吗？您您还我都我他说您您我们我们我们同事还特别给我面子，您是说明白了，我是真没听明白。啊，您是肯定说明白了，糊涂。您学了这么多年，您肯定是明白。我们实在是听不明白。说实话的，跟这位朋友说，我也不明白什么叫体啊,啊。这个这是这瞎子摸象，是吧？所以，呃，这个。 通过修这个花钥匙，啊、呃，我就觉得这个，当你把这个体弄清的时候，弄清楚的时候，你再看老和尚讲经，你再看祖师打的，碰到这个体字的时候，你心里坦坦的，你定定的，您说的这个意思，那，就是我的意思，而且我这个意思是字典上来的，绝不是我的妄猜妄想。我们本来妄想就多，然后我们再把这妄想用在妄妄猜妄测。忘 这些佛法的概念上，那不是妄上加妄吗？本来这个东西的意思，我们就不明白。然后我再用我们的妄想来揣摩它，所以我们最后说，如来的意思我们不明白，啊，指导不了我们的生活，不能怨别人，是吧？所以说，你看那个汶川地震，好多老板给钱，啊，一个给一个亿，两个亿。你按佛门的观点来讲，悲，侧创而救赎之。 有救赎吗？有，真给钱了？侧创了吗？哀伤了吗？没有，光荣啊，上电视了，哼，好家伙，汶川地震，咱大老板掏钱了，牛啊，公司有钱呐，英雄主义啊，啊，比别人强啊，这不叫背，一点功德都没有，错了，你首先。 首先得可怜呐、啊，首先得难过，情同体受啊，就和我一样，在汶川地震上、啊，你你说我们把这一个杯子给弄清楚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这些可怜的人，你就可以勘验自己了。你有这两把尺子吗？你你难过了吗？没难过，没难过，您不叫悲啊，您嘴嘴上说您真慈悲，其实您不懂什么叫悲啊。那有些人是什么呢？那也不给钱。 那这这真难过，跟着掉眼泪哭，哭好啊，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的哭，就是一到伸手的时候拿点钱出来吧，不拿，吹了，这这撒油那拉，拜拜，这钱的事再说，这也不叫悲呀、啊。那、啊、你看真有慈悲心，你看掉眼泪掉的眼睛都哭红了，没用，啊，呃，这个而且人家丁福宝先生说的很清楚，随份随礼。 不是说我这我这呃等着米下锅呢，我这钱我我我去救汶川地震，不是这意思，哎，随份随力，根据你的能力，一定要有所表示，不能表示怎么办？老头老太太八十九十了，下岗职工也出也出不去了，也没钱，啊，念佛回家，也算救赎啊，是吧？所以我们我就觉得这个佛法太伟大了，一即是一切。你说你要真把这悲。 策创而救赎这两事两件事做圆满，您说这华严奥旨还用读那么多吗？不用啦。啊，我们我我我们今天说，呃，我们一定要辞，我们再悲，然后我们再再再再布施，然后我们再持戒。实际上，持戒不就是悲吗？ 啊，有些人说你们现在这些学佛的人啊，这个，呵家伙，鸡蛋也不吃啊，就我妈妈老说这牛奶也不喝，弄得和真的似的，有那必要吗？对吧？我说那我说我们老师净空老和尚，那他肯定，我说那鱼要让他老人家吃了，那是鱼的福气啊，还供养了他呢，那就升天了，这鱼，续佛会命啊，是不是？那为什么他老人家要持这个戒？ 那为什么那个？那为什么那个济公和尚他不吃戒呀？人家学佛朋友来问了，那济公和尚又吃鱼又吃肉又吃鸡的。咱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几百年前的济公和尚吃肉吃鸡吃鱼也是慈悲，因为什么？那时候人死在戒条里面，啊着相了，他破你的相，不能让你执着。 啊，执着是着执着是烦恼，所以他在你面前示现的吃喝。那时候人持戒吃的过分呐、啊，啊，死在戒条里面了。今天是这个情况吗？今天谁持戒死在戒条里头？您去打开灯笼找一找，没有一个呀。今天是不持戒，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持戒的示范，要做这个示现。 干嘛给大家做好样子？你说真吃这口肉，真喝这口酒，就怎么着了呢？没有。那持戒为谁吃？咱们就看丁福宝先生说这个悲。那持戒难道不是悲吗？现在这个世界上到了这种程度，南北极都融化了，是吧？我们常我们常强调低碳生活，啊，众生这么苦。 啊，那周永山老师说的，三分之一的二氧化碳都是我们养的这些动物排放出来的，就是要为着吃它的肉，我们就得养它，养它，它整个世界的二氧化碳三分之一是这些我们吃的这些众生排泄出来的。你看，既残害了人家的性命，又恶化了自己的环境，又造成我们生存环境的极度恶劣。二零一二这个电影戏演的就这个，水灾呢？ 那你说你持这个戒啊，不吃众生肉，你有侧创的感受吗？你有哀伤这种情绪吗？如果没有，您还不如回家吃肉呢。您白您白吃这戒了，您白您白白吃素了。为什么？你从心目当中没有升起来，我为什么要吃这个素？太可怜了，众生太不容易了。 地球岌岌可危，是吧？我有一份力，我就做一份，那不就是救赎吗？啊，我们看到这些现在这个世界，天天有这种消息，不是地震就是水灾，不是干旱就是刮风着火，心里很难过。我们怎么办？随份随力救赎，怎么救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吃素。啊，不因为我而再给世界增加更多的二氧化碳。 不因为我再让更多的众生给我们结怨来报复我们，那你说，您这吃素，不就是大悲救物的体现吗？啊，那你说我吃素吃了六十年，老和尚说，那像我胡浩林吃了三年，最后弄不清楚悲什么意思，我吃了半天素，我在别人面前是身体特好，吃素什么事儿没有，你看脸红扑扑的啊啊，根本就不缺啊，动物蛋白有有毒啊，这个植物蛋白其实比中物蛋白好多了啊。 这个不行，吃点花生啊，吃点核桃。您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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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慈悲吗？不叫慈悲。那我们再讲这个词，那这咱们学佛人太多了。这个什么叫慈？您看看丁福宝先生的字典，慈，爱怜之心，怜可怜的怜，谓之为慈。 怎么可怜不是悲吗？怎么爱怜之心呢？这个爱我们明白啊，这个这个词就是爱呀、啊。怎么这后边还加一个怜？您翻开字典看看，怜当中有爱的意思。那、啊、爱怜是同义词连用，两个字表示的是一个意思，就是爱。那么我们知道词。 知道了悲，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有了标准了。为什么要学习经教？我的体会是什么？就是说，我我有我一个特别强的体会，就是这个贤守国师在这个修华严奥旨望记华严观里边提这个心呐，哎呀，提的太多了，啊，这个心，他老人家提的次数太多。 我就被他弄糊涂了，我我这个心当什么讲呢？啊，他老人家在这个地方用的是哪个心呢？后来我一查丁福宝先生这字典啊，这心是六个心，呵呵这六个心，我今儿我我今儿我都抄下来了，啊，这六个心，第一个呢叫做肉团心，就是我们长的这个肉团心，啊，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心，啊。 我们身体里这个心，第二个心呢叫集起心啊，这是个古文啊，意思呢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干嘛呢？这个呢里边都是种子啊，所以呢你而且它的作用呢是你所有看到现行的这些事物都是由它产生的，这叫这叫阿赖耶识啊，或者叫做智多心。 你看，这第二种心出来了。第三种心思量心，啊，那么这个翻译翻译过来叫思量心，它意思思虑，就是我们说的第七识，啊，叫莫那识，啊，叫做思量心，这第三种心。第四种心圆律心，圆律心呢，就是我们说的第六个意识，啊，叫了别心，啊，圆律心又说律知心，考虑问题分别。 啊，这是红的，这是黑的，啊，这是男的，这是女的，了别之意，啊，而且这个第六意识这个原，这个这个了别心或者原理心，它是跟第八识阿赖耶识所沟通的心，啊，因为它能圆第八识。你看第六识跟第八识的关系出来了。您不查这个字典，您怎么知道我这个了别心第六识分别跟谁在发生联系？ 那、哦、我我碰到一姓胡的，我印象特深，哟，这哥们儿也姓胡哎，为什么呀？因为我姓胡，我哪儿姓胡啊？我阿赖耶识里边有胡的很强的种子，我碰到姓胡的，我马上就分别了。哦，这小子也姓胡，当家的，不过他是个女的。你看，第二个分别又出来了，女的我挺喜欢。你看，这这,这就到了就莫那什了，执着了，是吧？那么。 你看到那？换句话说，这个了别心叫第六识，它跟第八识发生联系，这是心和心互动了。阿赖耶是跟第六识互动。那么第五种第五种心叫坚实心啊，这个贤手国师用的很多，所谓意心叫自性，叫真如，叫法界，啊，叫如来都行。坚实心，坚固真实不生不灭心啊，自。 自寂自寂自,自,自性清净心，如来藏心，真如之异名也。真如的另外一个名字。第七种心，那、呃、第六种心，集聚精要心，那、啊、就是什么意思？所有的智慧都在这个心当中集集合在一起。我们管这种也称之为心，因为它有智慧。所有你看到佛菩萨的经要，啊，你所学习的东西，诸经中一切之要义，啊，我们言之为般若，都。 聚集在这里边，我们叫做叫做什么心？集聚精要心。各位朋友，我们反过头来再看经的时候，佛菩萨在用这个“心”字的时候，用的是哪个心？你、嗯、比如说，我们看《华严奥旨》，心境不居啊，静能现心能现净，净从心现啊。那咱们说第六观，从心现境妙有观。 啊，摄摄境归心真空观，摄境归心真空观，诸位，这个心，贤守国师老人家讲的是哪个心？这个境讲的是哪个境？这第六观很重要，前面就三观：心境秘密圆融观，这就三观了。这六观就去了百分之五十了。您说你不把这心弄清楚，你说你看老和尚讲经，呃，你你看贤守国师这篇文章。 这这，我说句，跟大家说，这三观一分钟用不了就读完了，你真弄明白了吗？心静秘密圆融观，心即是静，静就是心，心不至静，静不至心，就是心啊，到不了静里边儿，啊，静也回不到心当中去，这是什么心？你不得琢磨吗？你不琢磨透了，你怎么知道贤守老人家？ 这个地方用的是什么？我认为啊，不一定对。这个地方用的是第八阿赖耶识。啊，我们看到的镜就是境界相，啊，看到的我们现芸芸众生就电视机嘛。啊，自性叫荧光屏，阿赖耶识就是信号，演出这个相就看出这个镜。啊，所以我们。 不能不再借助字典了，不能不把这些基本概念搞清楚。我们今天过分吗？我说，我们应该把碑弄清楚。你说，咱们学佛的人把这碑弄清楚，过分吗？我们学佛的人把这个心弄清楚，过分吗？有些人跟说胡老林，你这样不是掉到名相里边去了吗？我说，你说我掉到名相里边，我就请问您老人家，什么叫名？什么叫相？ 我说名相不就是就是事物吗？我这不对，您最好慎用。名耳听为名，眼见为相，这叫名相。您在用这字的时候，您清楚不清楚？佛菩萨说这个名相跟您的名相是一回事吗？你叫概念啊，概念可不是名相。 啊，换句话说，概念最多称之为名，而不能称之为像你眼见为像吗？你见到概念了吗？概念不就是个名吗？你只说对了百分之五十。所以我们为什么学习没有进步，就是因为不严肃。今天老和尚跟我说，他说你这样做是诚敬心的表现。 一分成净得了一分利益，十分成净得十分利益。你说你二十二篇这个华严奥旨，这么大的华严经，老人家是呃第三代祖华严宗啊，那那那那那那不是一般人呐！用这么简单的语言，这么提纲挈领，省了你很多很多的麻烦，你都不好好读。 你手边放着丁福宝的大词典是免费拿来的，你不翻，一九四零年代，啊，基本上都是普通话呀，没有什么难懂的。你说《贤守国师》这篇文章啊，咱们确确实实有些词是晦涩，对咱们来讲不不，因为生活当中不用了。但是，但是丁福宝先生这个字典可是1940年代，距我们今天也就是六七十年以前。 那这是咱们的福气啊，能碰到这么好的字典，完全是白话呀、啊！把这么晦涩的概念，这么高深的概念，用他一九四零年的语言，离我们很近了，给解释清楚。您不学，您不看，您束之高阁，你把它放在那儿，最后你说我没有法喜，啊，我不明白佛说的是什么意思，你说您能埋怨谁呀、啊？ 所以，丁福宝先生这本字典放在家里头，那就是在发您的怒。关键是您要忏悔，啊！咱们再往下说，当今在这个世界上，谁还能用咱们能理解的语言把这个华严奥旨、忘记华严观讲清楚？那只有咱们老和尚了。这你也不看，你说你你你，你说你最后说我真没福气。 啊，这文章我怎么看不懂？对不起，有福来，您没开门，他进不来。啊，老和尚讲两遍，《丁福宝先生字典》，一九四零年编的，啊，浅显易懂，知权知稳，知知知这个准确，那真是咱们真是菩萨救世啊！出这本字典，我们最后自己修学没有成绩，我们看了吗？我跟您大家这么说啊，修华阳奥旨。 我自己看原文三个月，一千一百多个概念。我看完一遍之后，我再回过头来看老和尚了。每一篇都得一天，就他讲。现在出了中国、呃、第二次讲华严奥旨，忘记还原观，三大本这么大，就是这个忘记还原这书就这么大的书，三本多厚呢？一寸半厚。老和尚一篇我用一天。 我还看不完，我紧赶慢赶。为什么？所有的词你都得查呀。那老和尚心目中这个“变法界”“虚空界”什么意思啊？那贤首国师这篇文章没有进虚空变法界呀。那老和尚用这个字了，你不得给查清楚吗？你不查清楚，最后你说，嗯，师傅，我看您的经，我学习完了，我觉得好像您讲的不行啊，学了以后没什么进步。 你说这问题是出在老和尚这边呢，还是出在您这边呢？所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学会啊，出了这么多的钱，只要你愿意学，我们就给你《丁福宝的词典》《佛学大词典》；只要你愿意学，老和尚的盘就随便拿，是吧？我跟大家说，我今天跟老和尚汇报，我说我看这个修华阳二万卷，华严观一天十二个小时。 早晨八点到晚上八点，也想不起吃，也想不起睡觉，上一次厕所最多了，谁也想不起喝一杯，特别喜悦。啊，为什么游历于经教之中？啊，一个概念牵扯另外一个概念，把另外一个概念弄清楚之后，再它又牵扯了很多概念，就像顺藤摸瓜一样，把它层层整清楚，层层整明白，功夫不负有心人。 啊！你就这本《华样奥旨》，你真的所有概念不放过，你揪住它不放，我就下定这个决心。啊！我从字上，啊，比如说政教灵仪，那这这这这灵这灵仪这这这两个字不是佛教的概念，灵仪当什么讲？灵仪说衰落的意思，不准确。你查大词典。 由盛变衰，讲的是个过程。你看，贤守国师老人家在这时候用“政教临沂这两个字的时候，他老人家想的是什么？在他那个年代，金融逆财政教临沂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到他那个时候，佛教由盛开始往衰了走了。你说这个“临沂这两个字，您不查清楚？ 你能想象到贤守过世当时处那个情景吗？你能想象到这本《华阳奥旨》他写出来的时候历史背景吗？你说这“灵夷”这两个字太难懂，不难懂，有词典，《汉语大词典》，查“灵”字，“灵”字有词组，啊，“灵山”啊，什么什么这个，你就查“灵夷”，查到它之后一看一解释，哦，明白了。 是讲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你回过头来再看贤首国师老人家写的《政教灵仪》，你就清楚了。啊、哦，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当时的唐朝处在这种状态，是吧？所以，呃，这个跟佛教观念没有，这个跟佛教没关系，这完全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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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上的事儿，啊，那么没办法。 我们今天谁能写出这篇文章来、啊？我们倒是不想看这么困难的文章，是吧？我们倒想看能懂的。你《华严经》能翻译成普通话吗？谁呀、啊？那翻译再说，现在翻人翻译出来，你敢看吗？你也不敢看呢，你那不是瞎耽误功夫吗？那末法时期了，圣人没了，啊，所以。 我们今天没办法，只能把时钟往前拨，拨到一千五百年以前。一千五百年前，我们那时候在看他们的文章，我们跟圣人在一起。圣人文章写的很好，他不能用普通话写。问题不出在人家那边，人家是生活在一千五百年以前，我们今天是生活在现在。你只有往前找，你不能让勉强他说现在您从从坟墓里出来，您给我用普通话再写一遍《修华严二旨》。 不能这样，所以我们只有一条道路，学好文言文，啊，然后往回去看原著，啊，现在这个这些人的文章不能看，浪费时间，而且不准确。要看，啊，英文讲话：If you are going to be one, be a good one。如果你要干一件事儿，你就把它干好。你要想学《华严奥旨》，想学《华严经》，你就往前啊，娴熟。 清凉，看他们的文章，你这一天是一天呀、啊！你看懂一篇真得利益啊！你查清楚一个概念，它真管用啊！否则的话，这么几年下来，时间耽误了，没有法喜，道理也不明白，生活当中也指导不了啊！所以我刚才给大家汇报这六种心，我就是这种心啊！那我这，我这生活当中，我现我特别高兴啊！我这六种心弄明白了，这早上一起床。 血压高啊！这心脏一跳，这哎肉团心，你看，嘣嘣嘣嘣嘣,嘣的没完没了。你你不你说你不查丁福宝先生字典，你怎么知道才叫肉团心呢、啊？啊，刚看一小姑娘挺漂亮，了别心完了，这这家伙、啊、第六十出来了，从哪来的？你这你阿莱耶识里有姑娘，他给你阿莱耶识那个姑娘勾出来了，喜欢，喜欢喜欢就转到莫那了，是吧？ 你你就你你你你你说你不查这六种心，你怎么在生活当中使用这个概念呢？你怎么知道此时此刻您动的是哪一门的心呢？对吧？三种染污心，<laughs> 第八识、第六识、第七识，这是最关键的。这三心，我们叫心意识。那这这不跟大家说了？那什么叫心？什么叫意？什么叫识？大家回去查一查。心阿赖耶，识了别。 一执着莫那心意识，所以他每个字都没有废话啊，啊每每个字都没有废话。他他他贤首国师这二十二篇，的，你你你查完字典之后，你才对他有恭敬心啊。一个字您都不能改，他每个字背后都有意思，你可不能错过，你真的不能错过，错过吃亏的是您。 你看《显手过》这篇文章，似懂非懂，读完了也挺顺，也背下来了，一问三不知。生活当中用不了啊！我我那天就是这个，呃，就就讲一尘呐，即理即事啊，即、啊、菩提即烦恼，即十身即三身即十身。这个菩提，我说这菩提应该差不多了哈，这个概念。 我就挺累的了，到晚上八点了，天上也黑了，肚子也饿了，我这就这概念是不是就算了，就不查了？这菩提心这还谁不知就觉悟呗？<laughs> 我说这就得了吧。我说行，先翻翻翻开看看吧，查查丁福保先生怎么说？乖乖，我把这个菩提心一翻开，整整一大片我一看这个，我说这不行，喝杯水洗把脸回来接着看吧。这菩提没弄明白，菩提什么意思？ 梵文，那翻译成我们普通话叫觉悟，觉什么呀？您悟什么呀？啊，觉悟，一次就带过了。您不负责任，您不懂什么叫菩提。丁福宝先生说，菩提两个概念：第一觉知，第二觉悟。那个悟是一个宝盖，睡醒的意思。啊，这个底下是悟，就是我的这边，那边是呃，这这边一个旁，西藏的藏字那边。 那个偏旁，我那旁我不知道怎么叫，像像像是一片两片的片倒过来，就是睡觉醒的意思。然后老先生就解释了，觉知什么意思啊？如家有贼入啊，这家里进了贼了，我我意识到了，觉知。哦，这好、啊，菩提还有这俩概念，一个叫觉知，第二个叫觉悟。觉知就是意识到，我给你翻译成普通话。 我意识到了有贼来，什么什么是贼啊？贪嗔痴慢是贼、啊。你觉知到，你意识到了，他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啊、涅盘问题。通过觉知，你达到清净，最后趋向涅盘。你说，马上我就得查涅盘，马上就得查清净。你从这顺藤摸瓜哦。 觉知最后，觉知最后，觉知来觉知去，他的目标是让您涅盘啊，是让你清静，您烦恼没了吗？觉悟呢？啊，他还说这个觉知所解决的问题叫做烦恼障克服了。你看这一个觉知啊，涅盘、清净、烦恼障，二丈之一。他把账又牵牵扯进来。觉悟呢？睡醒了。 什么意思？对所有事情你全明白，来龙去脉、因果、理性、理事性相了然若知。破你的是法执，解决的是你是所知障，达到的是什么？达到的是大菩提心，救物不住涅盘，了运啊！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虚幻的。 啊，我不能住生死，我不能住涅盘，我要救物。啊，大乘佛法，是吧？克服的是所知障，解决的是不是清净了？解决的是什么？救物，慈悲心。啊，设世，进入到这世间救大家，觉悟，睡醒了，然后他这下边。 这这这菩提又什么十菩提吧、三菩提吧、法相宗菩提吧、唯识宗菩提吧，这这一串你，您您慢慢看，别着急，没什么了不起的。您干什么不都是干吗？你想那贪嗔痴慢，不是也是花时间吗？您不如想想这个，慢慢往下看，你看看人家法相宗的菩提跟唯识宗的菩提、法性宗的菩提有什么区别？越看你越明白，越看你对这佛菩萨越佩服。哎呦，这事闹得真清楚，而且。 在生活上好用啊，关键是。那你说你胡浩林有菩提心吗？你看，刚要生气，意识到了，觉知，这就菩提心的一部分呢，是吧？那这个一签合同，是吧？说这个打电话说，哎，胡先生，这个南水北调啊，北京没水了，南水北调，有一项目。 啊，需要四千四百台炉子，是吧？你这个你赶快来谈谈吧。觉悟了，为什么呀？你看，这是求来的吗？那这个事情发生哪来的？这是竞争来的吗？是吧？这不是，这是打击竞争对手来的吗？这是搞自私自利来的吗？你你有那个福，他来了，这这这是你开会开来的吗？啊，这是你是你你你你搞自私自利搞来的，不是、啊。 他就一个朋友打电话，那四千四百台，听说你们质量不错，来谈谈吧。觉悟啊，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行好当好人，他能有亏吃吗？他明白了，我不拿这四千四百台，谁拿呀？觉悟了，嗯，觉悟怎么着？发怒了，他他他给你揭示出来一个真理啊，发你胡小林的怒啊，什么还要继续做好人？他继续说好话，他继续存好心。 那这四千四百台不就是药吗？那不就是菩萨示现吗？那我那个办公室，他说：“胡先生，您说您是说有佛菩萨来？那人我们能理解。您说这这这个这东西也是佛菩萨视现的。哎呦，我说我不学《华严经》，我真不明白。这家伙这佛菩萨太凶了，他说能能给你试验成雨滴，你一听这雨滴掉到荷叶上崩，你就觉悟了。” 众生身啊，国土身啊，哟，说是嘛？国，我说国土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些环境啊，山河大地，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国土身呢、啊？矿物？那你看，他说，嗯，他说您这忒玄了嘛？我说玄吗？我说你过来，我给你做，我跟你聊聊。我说江本胜博士做的水试验，那是国土深吗？是矿物吗？ 不是矿物，但但是那时候佛菩萨他没有咱们今天的词汇说叫做矿物，它就叫做国土。你得理解。他说这我明白了，那你怎么说那就是佛菩萨视线的水呢？我说这佛菩萨视线这水变成国土是来教育我们。我说我给你讲讲道理。你一个爱的概念，这水的图案特别漂亮。你看，发你的什么？发你的善路。 让你，呃、哦，你看，你一个爱，谁给你一个反应？特别漂亮，干嘛？鼓励你啊，教育你啊，你这个念头不错啊，小子，继续保持啊。这不是鼓励你吗？你一个恶念，难看了，散乱了，啊，不不不能封闭了，形不成六边体了，那么难看，英文讲那么阿格里，干嘛呢？ 教育你啊，你小子不能有这恶念。你看看你这恶念，给你这么一副图案，你说这是不是佛菩萨视线的国土身呢？什么目的？没别的，教育你。你什么时候没这恶念了，都保持善念了？对不起，难看的图形您就见不着了。啊，就和你胡浩林上班的车就不堵了。哎，你看的都是道路，道路畅通。 为什么？因为你没恶念了。我说江本胜博士十五年做的水试验，几百万次，太伟大了。这水，你说它不是佛菩萨视线的国土身吗？当然是，对吧？那无量寿经上，阿弥陀佛说：“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一切皆成佛，水能不能成佛？水能不能成佛？问谁呀、啊？问您呢？ 你成佛了，水就成佛了。为什么？你是佛的概念，那水就是佛的概念。你是你是佛的思想，那水就是佛的思想。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你看这水是不是佛？啊，你倒想看到水有好图像给你，关键你有你你你你那念头太恶了。他实现的好图像对你没帮助，越给你实现好图像，越把你往坏了引导。啊，你看我有恶念，的水图像挺漂亮。 那你还能改这恶念吗？你改不了了，对吧？你你你你想看到好图像，关键好图像出现，你是恶念头，你在恶念头的状态下给你出现好图像，对不起，你的恶念改不了。佛菩萨来到这个世间，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您是恶心，他就给你应这个恶量。那您恶恶到十分程度，他就给你呈现出十分的恶，教育你。 你什么时候念头转了？什么时候水的图像好看了？那一切法由心想生，一报随着正报转。我说多冤荣啊，对吧？我们要从这道理延推下去。你说我们生活当中，我就跟我的同事讲，你说这佛法是迷信吗？佛菩萨十身互作啊，人家那个呃皮中遮那还在那儿，释迦如来还在那儿。 这国土这边实现了，十身互作，一身十身用，十身入一身，你不是吗？对吧？所以我们要本着这个十身这个概念，其实十身它实是表法是圆满，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佛菩萨，除了你自己是凡夫之外，您看到的桌椅板凳、山河大地、交通堵塞、爸爸妈妈的眼睛，对不起，都是佛菩萨。您什么时候觉悟了？您？ 你就见不着了，啊！你什么时候有爱心了，那水那图像就好看了，那就这意思。所以你们这、呃、这次胡居士提出、呃、如何发露忏悔，为什么要发露忏悔？不就这道理吗？这水在发咱们的路，那你也明白了，明白了以后我不能这么做了。啊，那我这同事说：“那您这学华严经，您给我们讲这谈玄说妙，啥六根互用？” 啊，这个是啊，眼处做耳处佛事，耳处做眼处佛事。我首先，什么是佛？什么是事？你就明白吗？我查字典，丁福宝，佛事，佛教化众生之事，行为。我们老说佛事啊，我到呃，我我我打个佛七，佛事，我们真的心里明白什么叫佛事吗？不明白。 佛教化众生之事，称之为佛事。您在打佛七的时候，您有这概念吗？我在教化众生，在给别人做好样子，在当影响众。我在行佛事，有几个人有这种概念？再话过头说什么叫佛？觉悟，觉悟什么？觉知觉悟，觉悟又分成两个，觉知烦恼障。 觉悟所知障，觉悟觉知达到涅盘清净，觉悟达到智慧圆满。佛果地上实力无微，没有一法不清楚，法法都知道，才能才能能帮助众生啊！您是到涅盘了小乘啊，您不出来了，啊、呃，所有法都是空的，您您完了，那老百姓的苦，众生的苦，你不管了。 这叫偏真空，偏的，不是真的真空。真的真空，大悲跟大智不殊，没有特殊，没有分别。那么你没有知识，你没有智慧，你对世间法不清楚，对来龙去脉不明白，车子你也不会开，饭你也不会做，你孩子尿戒子你也不会换。您说我这旧旧物，您旧什么物啊？您没觉悟啊！ 啊，那那孩子这法你懂吗？照顾孩子这一法，您不懂啊！你不懂，你怎么来到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怎么来能实现度众生啊？所以你看，这菩提，我们可以说小乘是偏菩提，没有圆满的菩提，只有大乘法有圆满的菩提。啊，所有所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并不妨碍我去来到这个世界上垂化来实现度众生。啊，所以。 我们，在跟员工讲的时候，我说，他就提出挑战。他说您：“那您看这水，您说是佛菩萨，那哪个是眼睛啊？哪是这个佛菩萨的鼻子呀、啊？”我说：“这个水，您有一念头，我就问您呐，您佛哪处是眼？你说这水哪哪哪是它的眼睛啊？” 哪儿？你你说你给他听那个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交响曲》，他给你呈现图案特别漂亮。我就问你们啊，这些同事们，我说公司那些同事，我说他哪儿是耳朵啊？你给我指出来。我人我有耳朵，这是耳朵，我这是眼睛。我说水的耳朵在哪儿？水的眼睛在哪儿？一尘出生无尽变。你不要说水了。 啊，哪儿都可以听，哪儿都可以看。为什么？称性的，哪儿都有自信，自信它本来就有这种功德，就有这种功用，所以他六根互用。我这这这，你看这水，我说这一点不骗人呐，哪儿都听啊。那水能哪儿都听，您的身体一个汗毛孔也能听，也能看，您信吗？啊，这他们，他们信了。 呃、嗯，行了。我说，所以佛法是不是科学？我就问你，乃这江本胜博士三千年之后，那做了十五年水实验，几百万次，告诉说这水能听，水能看。那佛，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通过《华严经》，就把这个东西告诉我们了。啊，你说这个东西不科学吗？这个东西是迷信吗？所以。 在座的诸位朋友，我们弘法靠什么弘？我们靠什么把众生给度了？我们靠什么把众生说明白？我们自己要明白。我们的家人不理解我们学佛，我们的同事不能跟我们一起走，啊，我们的朋友对我们嗤笑、嗤之以鼻、耻笑，对我们有讥有嫌。问题出在哪里？ 你自己对佛了解吗？你对佛所说的哲学和科学，你明白吗？你能给大家不明白的人讲清楚吗？你讲不清楚，佛法今天衰那是肯定的。四众弟子有几个说真正的坐下来，怀着诚敬心，把祖师大德的这些东西好好的看，掰开了揉碎了给他整明白。你自己明白了，你自度才能度他，哎。 否则的话，家里人肯定就认为你是迷信呢。你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什么东西你都囫囵吞枣，似是而非，一问三不知。你就会跟着烧香磕头给钱，和家里爸爸妈妈也不管你，撅着屁股你跟着磕头，你你你干什么呢？你那儿，我为什么要磕这个头？你知道吗？最后人家讨厌学佛的，为什么？不是出在人那边啊？那净空老和尚说了，问题出在四众弟子，不出在社会大众啊。 我们没做好样的，我们说话不严谨，概念不准确，对教义教理我们不清楚，理无不容，事事无不通。你咱理理咱们不明白，事事咱们给人解决解决不了，啊，一身的习气，啊，所以我们真的。 总在语言不同，啊，我们今天有老和尚在，他老人家能用我们理解的语言给我们掰开揉碎的讲，不厌其烦。这么大岁数了，两次请，两次讲，第一次四十八集，第二次九一百零八集，而且是普通话哎，而且老人家这这是苦口婆心。我看老人家那备课资料了，所有的概念全给你查出来，什么叫如来藏？ 啊，那个呃什什什、呃、什么叫这个真如？啊、嗯，我看这特别认真，干嘛呢？你发这个路，你颤这个毁了吗？你看看人家那个岁数，人家还用学吗？全学完了，人家今天印出这个教教纲，这个教程，把所有的概念叠漏出来，把那个字典出自于哪个字典给你写出来，就差给你写页数了。 老和尚这样做，我们发怒了没有？我们忏悔了没有？没有啊！你不明白啊！你不觉悟啊！那请佛注世人能住你这儿吗？谁愿意跟你们这些人起哄啊？啊！就这么教你们，这么讲，你们都不好好学，就差给你,你没办法了。就是你这饭，你总得自己吃吧，厕所总得自己上吧，这别人不能替啊！连这你现在都不干了。 你说你还能活得下去吗？啊！所以老和尚，我在北京给我给我传过来那个资料，我这我这流着眼泪啊，跪着，接着，特别难过。你说我这叫佛弟子吗？说你看人家老人家八十四岁，啊，颠簸，没家，地居无定所，澳大利亚、香港、台湾。 到哪儿去？只要有一天时间，从来不中断讲经。或者老和尚说：“你胡浩林这么学，我挺欣慰。总算有一个人真学的。我们如果大家都这么学，他能不留在这世界上吗？啊，佛法能不兴吗？是吧？我们惭愧啊！你说不认识老和尚就算了。” 我们生在英国，我们不懂中文也就算了。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的人挺多，我在荧光屏上能看见你们。如果个个，咱甭说拿出老和尚的精神，一天查五个概念，我跟我那公司员工说，半年一百八十天，一千个概念，对吧？齐了，还有什么说的？谁在敢你面前给你挑战佛法？ 谁敢在你面前诋毁佛法？那诋毁得了吗？啊，诋毁不了了！你你你你你这个这这么庄严的东西，这么完备的东西，这么圆融的东西，你掌握了，首先自受用，非常愉快，非常高兴，啊，他佛菩萨把我们这个人呐、啊。 啊，从早到晚，从里到外，从思想到精神，从物质到精神，从一报到政报，分析的非常清楚。你根本就没有藏身之处，你就没有一件事儿人家没跟你说明白。那叫剖析的真是太准确了。为什么叫精教啊？经是纵的，这有尾啊。 就和编席子似的，就您就您这众生，就您胡浩林这一米八六这个儿，那给你弄的底儿掉啊！你所有的举心动念，你所有的思想行驶那真是完备了。你说你要身身要注意什么问题？你嘴嘴要注意什么问题？你意意你是怎么你是怎么活动的？心心所法，那八十五十一心所。 您好好查查丁福宝先生的字典，他都给你列的清清楚楚。你把这五十一心锁，您别多了，您前面十个心锁您记住了，就我们叫做心理现象，您得大受用。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查那个“见思烦恼”的“见烦恼”啊，啊，我见，啊，说我就查到我见，什么叫我呢？ 那就是我见边见，借取借，啊、见取见，啊，邪见，我见两个字一秒钟内说完了。我就问问大家，什么叫我？释迦牟尼佛心目中这个我是什么概念？您心目中这个我是什么概念？这胡小林要求并不过分。什么是我？你翻开丁福宝的字典，主宰也两个概念。第一，自在。 第二，才断自在自在，自在他就解释如国王也，像国王一样，没人管他了，他想怎么着怎么着。这是我的百分之五十哎。宰呢，辅宰，宰相，皇帝下边的总理，宰相干嘛？能做财断，能主事儿，能办事。咱们今天讲话有执行力，心想事成。 能够掌控局面，能够想干，能够想把这事办成，他就能成。这是佛菩萨当中说的“我”。诸位同学，我见您先别就过去到到边界了，您您先别弄这个，您先把我见这俩字弄清楚。什么叫我见？我是这概念，自在裁断。那好了，有我吗？ 你你才能反过头来看胡、啊、浩林这一米八六是我吗？我自在吗？我不自在啊！饿了想吃啊，想上厕所呀、啊，自在吗？我不想去啊！我想跟大家在一起讲经啊！对不起，饿了，六点钟开饭，不自在，有我吗？没我，起码没有佛说的我。 做主，像宰相一样。咱们香港的曾荫权，港特首，那做主，他那字一签，盖章一盖，事儿就办了。咱能办得了吗？年年十八，你做得了这主吗？你办得了这事儿吗？八苦哎，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音。 你你哪一个你能做了主啊？这是佛当中说的“我的”概念。你说咱们说把这“我的”概念查清楚，明白佛菩萨说的“我”是什么意思？你说这是咱们学佛的人这点东西要求过分吗？一点都不过分呐、啊！那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把佛在经教当中说这个“我”查清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谁有我。 成住坏空，升空一灭。谁有我？没有长乐我境，这个时候，你在体会涅盘那种长乐我境，长继光土说的长乐我境那个我，你才明白啊。那不是说长乐我境的我有个胡浩林一米八六在长继光土待着，不是那意思啊。第一，自在，没人管着。这你没人管着行吗？今天一上车，人说系安全带。 是吧？香港这右倒轮，您您你,你不能那样做，您自在不了。没我呀，那反过头来，你就会羡慕这个我。哎呦，那还真有这么一个世界哈、啊，能有我存在。老和尚说了，我是性德，真有。你迷了，你没有。各位同学，当这个时候，你把我搞清楚的时候。 真有这一个世界有我，我这两层意思你都能得到，他的真实利益都能受用，你说谁不愿意获得这种我？谁不愿意去这么一个有我的地方？这时候你念佛叫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然于心呐、啊，我才知道我这声佛号我干嘛？我要找我，我要实现我。 能行吗？四句佛号阿弥陀佛，四个字四字红明，阿弥陀佛接您去了，还怎么着啊？您要说四十个字您背不下来，四个字过分吗？所以说，你你说这个说《易》这个《易经》啊，说这大道为道日损，为学日进。 唯到日损，你看，他就就简单到这种程度。一个“我”字，你弄明白了，啊，那个世界有常乐我净，常乐我净，常乐净。您先甭说，你就把这“我”你搞明白了，我就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去？你说，咱今天晚上吃饭啊，啊，咱咱甭说，咱甭说什么鱼吃鲍鱼，咱不说那个，咱先说有白米饭，有有西兰花，你吃不吃？那行了，咱就得吃了。我再跟你说啊，今天还有红酒，今天还有乐队伴奏。 好上加好，锦上添花。我就通过这一个我，我胡浩林真的觉得非得去西方不行啊。所以我跟大家就是在这汇报说，修华阳奥旨这么深奥的东西，我很多朋友跟我说，跟现实生活结合不起来啊，没什么用，那东西太理论了啊，太哲学了，太抽象了啊。我们现在就得《弟子规》，啊，这就是是，总在预言不同。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这种智力， 啊，我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文理训练，啊，我们没有弘法的任务，啊，我们不需要道理明白，我们走静门，我们走行门，我们不走解门，可以。但是如果按照印光老和尚说的，你信佛，你通文理，你还有恭敬心，你为什么不深入经藏？为什么不看破？ 你一个人看破，带动一家人，带动一个单位的人，带动一个阶层的人，邻居亲戚乡党，没有不受力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深入经藏，不拿出时间，心浮气躁，不坐下来把问题整整清楚。说实话，你没有慈悲心。你明明能看懂，你明明有工具书，你明明有老和尚讲义，你明明有《华严奥旨》这本书。 你明明有时间，你在那扯扯闲天十个电话，十个电话都是废的。见十个人，十个人都是不应该见的。咱说绝对了，你就是不拿出时间来看这个。你说最后世界动乱，啊，世界末日，啊，说这个佛法衰了，真没办法。哎，我们学佛人容易这样批评啊。哎呀，末法时期真是的。你在干什么？你又为这个末法时期做些什么？ 你把词弄清楚了吗？你把碑弄清楚了，还有一个功德。什么叫功？什么叫德？我明天给大家汇报。弄明白了吗？成天就说随喜您的功德，随喜您的功德。你知道什么叫功？什么叫德呀？你不知道什么叫功德，你怎么帮助你自己修功德呀？你怎么看出？你怎么鼓励别人修功德？别人不修功德，你自己没功德，这个世界不是末日是什么？ 《华样奥旨》不是发露忏悔吗？不是帮助我们觉悟吗？贤守国师今天写这篇文章，我们看了，我们我我们有什么说的？除了惭愧，您就流眼泪吧！太惭愧了，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到我们手上，能读懂百分之一的人不多。最后，我们就骂着社会，啊，政府不喜欢佛法，啊，国家不支持佛法，啊，众生不信佛法。 啊啊！众生没福了啊！佛法这么好的东西也不学，您有福吗？您学了吗？你不学，你不你不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别人能学好吗？就看你们这些学佛的还闹是非，婆媳还不和，什么都不明白。这么庄严的东西，这么完备东西，到了我们这些学生手上变成这个样子，不该发怒吗？ 不该忏悔吗？啊！我们每天面对佛菩萨，我们良心何忍？我们希望他加持我们，我们希望他对我们有所帮助，能改变我们的生活，能改变我们的世界。我们都有第二代，我们都有第三代。胡浩林五十五了，不可能再活五十五。孩子呢？我们为孩子做些什么？孩子要生活在这世界上哎。 等他五十五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凡是人皆需爱。你的儿子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师傅跟我讲，六十年前去台湾，那个时候，台湾他,他在他看来已经很好了。先手国师一千四百年前，政教灵沂 得失棋局，懒意存留，就那样了。一千四百年前，先手国师就不满意；一千四百年后的今天，你说为什么我们这叫娑婆世界？大家查过这字典吗？叫堪忍，你能够忍受，你就这种不堪忍受的东西，你能就能堪忍下来。 一点艳丽心都没有，还闹是非，还闹人我，放着这么好的东西能让你找到长乐我境，你不找，不找就把你把这四个概念弄清楚。你说你钓鱼，你说你着相，那、啊、你学习经教，你你不能着文字相，不能做言说相，那是对你说的吗？今天我们是，我们是着相着的太多了，我们还是说不着文字相，不把不把问题搞清楚。 我们到底是在哪一边？懒意纯流，误导众生啊！所以我在这儿大声疾呼：所有四众弟子坐下来，用什么学佛？不用脑袋学佛，用屁股学佛。你坐住，守住丁福宝先生的字典，八个小时、五个小时，有时间就要看。 啊，我我我那个包上全都是那些字典记的那些便条，这个概念没背下来我就要背，一直我五十五岁记性不好，一直到背下来大概说个齐。你看我这个我今天这本我给老和尚看了，啊，就全是概念，啊，翻到这不明白就翻到前面，而且每一个概念后边都标上幺三八零上，什么意思？丁福宝先生字典一千三百八十页上面这一栏。 就这样都不行，你不这样是肯定不行。啊，所以我们要提倡一种学习风气。啊，我们放不下，就是因为看不破。因为现在近二百年来，科技强调分析，强调证据，人的根气弱了。啊，人要讲个理了，啊，人要掰扯了。 人要分析了，人要说明白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他不打佛七呀、啊？他就是为我们留四十九年的经教。你们不是要讲理吗？对不起，末法时期一万年，你们不是要掰扯吗？我给你们留下掰扯的资料，你们谁能掰扯过这个？你慈悲到了极处哎，人家人家正法、相法，人家不用这个。 呃，这正法戒律成就，只要持戒杀到淫妄没有，人就走了。相法时期，相法时期是这个这个禅定不成就啊，一人修就行了，他就坐得住啊，他能参得透啊。你今天怎么办啊？今天就得靠这个四十九年的三藏十二部委、哎。啊，所以我们必须回过头来。 反反观释迦牟尼佛佛祖为什么留下这么这么多的经卷给我们？就是我跟你讲，他绝对不会干一件事儿对我们没有利、吊我们胃口的。都是你有这个病，他在给你讲这个东西，都是要帮助你，他在做这件事情。那今天好了，药在这儿，就在抽屉里头，您不吃。 大夫就在旁边，您不看，最后你就骂这药不灵，你就说这大夫不高明，能埋谁啊？所以我在这呼吁大家，啊，打起精神，我们真是如获至宝，啊，就在我们的桌子上，就在我们的手边，举手可得，啊。 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智慧啊，用我们的第六种心，啊，第六种心叫做我，你看我又忘了，我还得给翻开给大家说说。第六种心叫做极具精要心，极具精要心，把我们这个薄弱智慧集聚起来，干什么？看破，看破你才能放下。 放下，你才能找到常乐我净。放下，你才能得自在。你放不下，是因为你看不破。啊，所以这个今天呢，刚来到香港，啊，老和尚让我讲学习华严奥旨的体会。我觉得这三个月一百天对我的帮助很大。啊，呃，零八年七月份我在实际禅寺讲的是《落实弟子规》，可以说。 啊，呃，就那时候不懂经藏啊，他就根本就别谈了，什么华严也不明白。三年，大概，啊，一直在放下，落实《弟子规》。我知道这东西是好东西，我知道它背后一定有很深的道理，但是我当时顾不上看这些东西，一身的病啊，您这腿折了，您不缝针不不把这骨头拘上，那脑子破了，您您不给给包扎上吗？对吧？一身瓦裂。 现在这瓦裂，这三年放下，通过《弟子规》修复，把这个摔破这个瓦呀，总用的锯子，那个那个瓦缸啊，用这锯子给锯起来，现在像个罐儿了，还有裂纹，怎么办？现在就得看破，啊，就得往这缸子里头存水，啊，所以我们呃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先看破，我们先放下，落实《弟子规》。 给大家说，真是是一不是二。你让我做，你让我三年前没学《弟子规》，不把那自私自利习气给他减一减啊！您让我今天看《华药志》，我跟你讲，第一我也没那兴趣，第二我也看不明白，第三我也不可能有法喜。哎，所以得益于老人家对我的指导啊，三年前他不让我看这个。你先落实《弟子规》，儒释道三个根，你先弄个三年。 啊，无量寿经你读一千遍，生活当中落实弟子规，你先甭琢磨这个。三年之后，你说幽虚鬼神证明，不知不觉就看上这个了。为什么福报现前了？知道这东西好了，自觉了，一天十二个小时啊，早晨八点钟到办公室，一直到晚上八点，每天就盼着赶快跟字典在一起，就盼着。 看《华严纸，就盼着看老和尚这个讲义，啊，能跟他在一起，觉得特别有安全感，觉得很温暖，啊，觉得很有指望，啊，觉得很有信心。能亲人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人在哪儿呢？老和尚说：“那坏人也是人，是您不能跟那坏人，您那是老和尚的境界。” 呃，三三人行必有我师，那坏人也是教育你的。您先别玩这个，您先跟个这经教在一起吧，跟贤守国师在一起，跟丁福宝老先生在一起，啊，跟净空老和尚在一起，啊，跟他在一起，这叫什么？无量寿经上说，不心誓语，要在正论。我们说的话都是誓语。 东家长西家短，啰啰嗦嗦扯扯，跟着扯淡，这是什么？啊？正论。什么叫正？给你能带来益和利。益，道理你明白了。意是要什么意思？道理，意味，味道。利呢？利。 换句话说，道是通利的。你看，我们不查这个义字，我们不查这个利字，根本就不知道人佛菩萨说的这个义是什么意思。义，道理，意味也。道，位置能通，通哪？通利。你学了这个道，一定能给你带来利益。你一说你把这一个义字查清楚了，您不应该明白道理吗？佛菩萨会骗人吗？今天我没有利益，我得不到真实的利，益，埋怨谁呀、啊？ 道理你不明白啊，没通啊，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啊，都是人到中年。我看现场的很多朋友，真的得给把胳膊、把衣服袖子挽起来，得干点什么，得学点什么，啊！否则我们跟佛菩萨只能擦肩而过。 啊，这就太可惜，太可惜了，啊！你如果说我们如果说不认识净空老和尚，啊，我们不认识净土宗，啊，我你说，这贤守国师这篇书入了藏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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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藏里边有啊？你说龙藏六百多卷，啊，不是四万多卷。 谁帮咱挑出来啊？诸位，您您您先别说三藏十二部，我看懂看不懂？你说你要不是他老人家这种能力，这种这种水平，挑出这么薄薄的一本，就把《华严经》四无碍法界、是无碍、理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透透彻彻、明明白白。老人家要加上两次的讲，光盘是免费的。 书是免费的，你说这时候咱再给老和尚磕个头，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长久住世，这是真的。你真的这个头磕下，你觉得不容易啊？能碰到他，我我我师傅给了我一套《大藏经》啊，我我看了看目录啊，那眼花缭乱呐。你光华严宗这一栏，你说你这有多少资料嘛？ 你怎么就人老哼人？人家人家是高见瓯啊，人家就能把这东西挑出来，从里到外，从头到尾，给你讲的清清楚楚、明白明白。看起来，我读了每天读一遍三十分钟，啊，清清楚楚、明白明白。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的机会啊！所以我们自拜家门。 佛门当中的衰败，败在我们啊！我们没出息，我们不精进啊！我们不想出离六道，是吧？我们不想寻找幸福，我们也不想救这个世界。否则的话，你不会这样做，你不会这么懈怠。我一个买卖人，卖炉子的，可能是福报大点一天能读十二个小时经。 那俩小时总有吧，一天查五个字不多吧？你要真想学，我就不信你看不了这个。三宝会加持的，你只要抱着大悲救物这种心情，啊，四弘誓愿这种宏志，没有读不懂的。啊，我我跟老和尚一样，我师傅说你要看不懂，他那时候老人家的体会。 就佛菩萨面前拜三百拜，回来再接着看。我的体会我，我我我也不拜，看不懂我就硬看，我就一遍一遍我就读着字典，突然一下就明白了。明白还不是字典上的意思。师傅说，这就是偶然透出点三昧。啊，丁福宝的字典你看完了，所有的字我都查出来了啊，什么知乎折也我都弄明白了啊，我也翻译成普通话了，我还是不明白他意思。 我似似好像懂点但是好像还是，嗯，这看见糖了，糖里边什么滋味？隔着糖纸，哎，我就定在那儿看。丁福宝先生的哦，石菩提呀、啊，是吧？就是慢慢那么看，千万不要心浮气躁，坐下来，认认真真的看，不要着急，不要沮丧，用清净心去看。突然有一份豁然开朗，哦，说的是这个意思。 啊，三种这个无名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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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见思烦恼啊，吧？尘沙烦恼、无名烦恼，跟二障什么关系？三种烦恼跟二障什么关系？马上就明白了。啊，你明白以后那种喜悦，我跟你讲，真是说不出来、啊。你吃饭都觉得吃饭，你干什么都不如看那个字典痛快。我终于搞明白了，我终于清楚了。啊，那种喜悦。 那那那那那是一级一切，对佛菩萨那种尊重啊，那种高兴，那种再愿意学习啊，那种我终于明白了，我懂他什么意思了，那种那种成就感，啊，是希望呃这个我是这三个月一百天来一直沉浸在此中啊，所以我来到香港呢，那、嗯、一是看看老和尚，第二一个呢也跟大家汇报汇报啊这一段修学的体会，呃希望能够、呃、供养大家。 可能呢，呃，对大家有些帮助，呃，说的不对的地方啊，这是这至诚恭请大家能够批评指正我啊，谢谢大家。